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哈。那今天是3月8号，礼拜五。好啊，今天是3月8号，可能很多人忘记了，今天是伟大的女生伟大的日子，38妇女节。好，所以在这里恭祝所有的女生朋友38妇女节快乐，但是还是要上班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哦，那是 long long ago 的事情。我小时候，我记得我在念小学还是国中的时候。38妇女节，反正女生的老师都不上课的，那可想而知啊，上班的女生应该也是不用上班的。所以说时代不一样了哈，现在是男女同工同酬，哈哦，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题外话。所以之前可能以前38妇女节，如果是一个公司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就绿油油的一片，全部都是男生腿共腿，对不对？就阳刚之气很重。好，今天38妇女节，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是女生朋友，哎，你是不是想到，哎，对哦，今天是我的节日呢？好啊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吃好一点，啊，shopping一下，哦啊，买一下东西 ，OK， 好，虽然不能放假，好，好 ，OK， 那今天呢，加权指数是开低走低，都在低档做震荡，今天涨69点。跌69点，量是1046亿。那其实今天来讲，就是所谓的下跌量缩，在量价结构里面看是量价结构是它没有做一个所谓的脱序，但是这个盘它还是有疑虑。就比较讲，我在2月26号的时候，好，如果这个节目因为我是3月1号才播的嘛，但是其他的节目比讲晚上重播的11点。到11点半跟半夜的那个是固定的哈，除非你现在是从下午5点才看到这个节目，不然每次的高低转折点我都会跟各位讲。好，2月26号我们讲2月26号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2月27号，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我这边跟你写个见高点，好，这个留下证据哦。那你可以去看 YouTube 的节目。好，很多人说老师，我怎么去抓前面的？你把 YouTube 打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到郭先生一整排的，然后呢，你点到26号，我当天是不是直接写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在节目上也用时间波跟各位讲过2-3次，这都是你不懂的技术分析。很多人时间波就是高对低不对的，你要从什么跳空上开大量的地方开始算，因为它一个。Period 就是一个所谓的截段里面，它一定是费氏系数，起攻也是费氏系数，起跌也是费氏系数。如果在一个所谓波段里面，它出现两个这种所谓的大量杀多或大量轧空或起攻 KD， 那你给它重算两个重复时间波重复，再正负一天就盖掉那个点位是一个转折点。那当然，你又跟我讲说，老师转折是向上还是向下？很简单，涨很多出现双转折，那就不用看了，一定是向下。因为主力做手不会再拉抬股票，在双转折帮散户做解套或赚钱的动作，这是第一个。但是第二个，你要搭配所谓的我的预算秘籍，比如讲，这里我就跟各位讲，好。当初这里我跟各位讲，元月3号跟各位讲，元月4号落底嘛，啊，这里是不是2月26号告诉你，2月26号、27号见高，那你要搭配这个东西。那我这边全部，哎，这是我在节目上这个，你可以用计算机自己去算哈。我念一下哈，这个高点减这个低点减起来以后，乘以0.38，再加这个高点，就是这个数字。清晰易懂，功夫深，所以我在。9319的时候，这个点我就已经知道，最少会涨到10400，我已经事先算好了。那我算出来全部都是在10420跟10470中间，最少10个数字。当然你不能叫全部在节目上教各位啦，对不对？重点是那个这些所谓高深的，那是我给我自己的会员，但是节目上我直接跟你讲结论。懂吗？好，那之前那个是低档，就跟各位讲过了。那我一算低档，我跟各位讲，我不是只有参照台股哦，我还跟你讲苹果股价，因为台股
台股的一个所谓涨跌跟苹果股价是有互相的一个所谓联动关系，所以你也要必须会算苹果、费半、道琼、NISA。那这里面几个我最重要就抓苹果就好，因为苹果的供应对台湾的电子股它是一个所谓很重要的指标，抓到苹果就抓到全世界，听得懂吗？这叫结构。那你之前去看我特别制作一个所谓的专辑，当苹果跌到144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144是低点，结果呢过了一两天最低142，然后呢我就在上面跟各位讲，最高是233，跌到142反弹0.38，可是在176反弹0.68，是198，所以176那个点一定会来，我有这样子讲哦，你是去看前面的哦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也知道加权会涨，然后呢，苹果股价会涨，对不对？相对的被动元件、矽晶圆也会被拉上来啊。但是来到相对高档，我就跟各位讲，苹果是不是见到175.7？好，你自己去查。然后呢，我都跟各位讲，高档的哈，这种涨很多的股票，你就要小心了。381叫你要卖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卖，现在呢？今天最低327，昨天最低327.5，今天最低328。那你说它转多了没有？没有，为什么？来，这491是绕跑的量，因为下一盘是成交前一盘的内盘价的下一档，代表这是卖单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来，那这个叫台积电，台积电是加权，是外资的一个所谓风向球。那你看到这个时候，这2500单就是卖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代表你现在就可以知道哦，其实外资的心态是站在空方的。了解吗？重点是我在这里就已经跟各位讲过了，证据有留下来给各位。好，那我也在跟各位讲，涨多的股票你不要去做追。那这个盘压回来破万点是刚刚好而已，都要后年，但是一定铁破了。这个点呢，踢基亚喽，铁到了。那我只跟各位讲到这样，那你想要再进一步的，欢迎到三观家先修班来。这个低点我有没有算到？这个高点我有没有算到？那压回低点在什么地方？你会不会算？加权我会算，我个股就会算，听得懂吗？那国巨低点在什么地方？你知道吗？国巨我每次的低点都抓到，你去看哦，我有没有造假？因为郭先生利用我的 know how， 我救了蛮多人的。好，1310的国巨叫你一个砍头，打死没人相信呢。啊，为什么我知道 ？My brain， 脑袋 ；My experience， 我的经验，听得懂吗 ？Go my technology， 技术，这里也叫各位要买。这里也教各位吧，都是二字头，听得懂吗？好，还懒得讲那么多了。很多人讲说，老师你讲一次就够，不要讲那么多。我跟你讲，我没有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番两次提醒你，你也不懂啦。就比较讲2327，这里叫你买卖买卖买买买，这里最后一次来告诉你，好，这一天哦，元月4号哦，你去看哦，我当天在节目上，你去查 YouTube 哦。YouTube 的节目，但是那个都你可以去上去看的哈。那留有图有真相，有底有真相哈。大家叫你爱买，才叫你拢爱买。那压回哪里是买点？第一，我事先算出来的，我当然知道啊。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就欢迎你来学。哦，高雄已经额满了，剩台中。啊，如果说你高雄额满了，你想说，哎，老师能不能？再方便一下，再开放个名额。那我跟各位讲，你跟我的助理瞧啊，因为我不管行政事务的，我助理只跟我讲，老师啊，还剩几个位。我今天出来，上节目的时候，我的助理已经跟我讲，老师高雄已经额满了啊。我偷偷告诉你，额满了，你看你要不要去自己要跟他瞧一下位置，那是你的事情。好，好 ，OK。那一样的哈，5483，
你看中美今天继续在跌，我讲这时候大部分手上有股票，这里叫你买，这里叫你要卖，这里叫你买，这里叫你要卖，那压回来中美金哪里是买点？那我抓到中美金，我就抓到他的儿子环球金，我就可以抓到他的儿子合金的低点，哈，还有我可以抓到，啊，还有中美金、合金、加金，通通都一样啦，啊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谈谈个股的一个水部分哈，来2498，我在 LINE 里面不是跟各位讲过的吗？昨天呢，在节目上还告诉你利空营收破。他上市，宏达电破了上市的一个所谓的新低，营收，散户看坏，记住，散户永远砍在地板。当初来到这里，他告诉你，宏达电2017年可能要亏两个股本，嘿嘿，自己去查哈，啊，就叠加啊，我跟你讲哦。10月15，对一下日期，1300去头去尾。啊，那老师你讲的好轻松哦，以后我都照这样。你是要请几台在那温习的？我是有其他技术分析算的，短中长线我都可以算出来。那涨到这里，一堆人看好，酸。记住，这里散户不会买。散户会买这里，这里散户不会买，散户会买这里，这里利空出现。昨天呢、啊？昨天营收减少哦，今天呢？大盘跌它涨。我昨天已经告诉过各位，你都没有在注意在听哦。二月份宏达电营收减少是很正常，因为二月份工作天数减少嘛，三月份工作正常，营收一定下个月营收一定增加。你不趁利空买，你什么时候买了？我跟你讲，主力做手都知道，高手都知道。重点是你还会算呢，剩底下你看啊，你都无咧看。你甲我讲，各位兄弟姐妹，这是几点的观点？做股票啊，不是看到涨去追了。你看哦，这种股票还有人在吗？我觉得是你，人家是在边拉边出呢。那你看得懂吗？如果你做股票，像双红，你买在这里的，你要来找我，你的操作模式不对，那投顾老师一定要在这里买才收得到会员，因为这里是量价齐扬，散户都有想要做多它。记住我一句话，一档股票涨多上来，主力做手他不是持己，他不会帮你做赚钱或解套的动作，对不对？我在讲，你都没在听哦。这都没看到啊，这都算好啊，你还不知道？你还不知道？2327，老师现在可不可以买吗？哈，我跟个，我当然知道低点在哪里啊，我熟了，我不敢买，安尼塞哦。那我告诉各位啊，国巨未来最低点是我买的，相信的请举手。你举手我看不到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到我三观家先修班，我教你。你可以来学。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，哎，老师，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宏达电未来低点，啊，我会知道，啊，你会带着我买吗？会啊，会啊，但是我买了以后，我会等涨上来我再跟各位讲，你不能叫我每次都脱光光啊。我都快被会员骂死了，老师，你管给点点点心，听老龙俗称敢讲。而且我跟各位讲啊，我因为这样，我有收到工会的那个，因为我预告价位啊，我情急之下预告了太多次，我有收到纠正公函，改天要不要我拿出来给你看？我跟你讲，
小弟在下不才，我挂吧洪家洪家操操车，你知不？我救偌济人？宏达哎，国巨高低转折点，我高点价这样卖，高点持有的不爽我就检举。我已经告诉你会到哪里的，然后来到低点破三百，我说要用力买，很多放空又不爽，我招谁惹谁？所以我跟各位讲哈，我做投顾老师，我是做心生的，你知无？我是咧看啥人要跟我学安尼尔，我还花钱事小啦，我救过侪人，我爽，我的个性就这样啊。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，其他老师都是讲绩效。你在听讲绩效，我咧笑咧起笑哦。要讲绩效，要来比，我每天都涨停板呐，回家鬼都不比啊，我比任何人厉害。但是我不屑啊，所以，看电视这部哈，最爱看上面叫做内行的老师、厉害的老师。我在市场上35年，哦，没有，民国75年，38年，信不信？很多人知道了。我证件懒得拿出来的啦。这一二十年来，股票加权指数的高低转折点，我从来没错过。你当着我吹牛也算了，那是你的事情啊。啊，真的是这样啊。那个股我是一定是低买高卖，所以在台湾很多人在注意看我电视节目。再顺便告诉你，很多高手，很多大户。很多有钱人会注意看我电视节目，包括部分的法人，因为郭先生不会太离谱，我有依据的。好啦，直接告诉你 ，I'm a starter， 我是发动者，在上面讲，大家知道怎么做，听得懂请举手。西龟挖大饼，你来催我，所以我都低买高卖，主力做手，高手法人做手，一定是低买高卖。我们领先他们，有的话你就跟着我，想要变成这种高手的，你就来找我。探井有技术的车，我探走博家枪车把狼。我不是都是用嘴巴讲讲，我都有教技术分析的。节目上有时候我会教各位啊，你们都没在给我注意看。甚至我昨天没有讲低档出量股，不是我不讲，我们的小编忘记给我上传了。结果后面很多人说，老师今天没有低档出量股，你有在 LINE 里面跟我讲，我就会给你。我有看到了，我就会给你啊、今天有没有低档出量股？有啦，有啦。好，好，再给各位讲，探钱学技术找我，探走博叫枪子把人。我教你的技术分析都特殊技术分析，外面学不到，你一辈子受用。好，不相信欢迎你到我三观家先修班来。如果长期看我电视，觉得郭宪政还不错，什么我不错，我是很不错。OK。想成为高手吗？偷偷告诉你哦，早跟晚你会来找我，早跟晚哦，越快越好。我讲完了，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好，大资金有强烈赚钱意愿者啊，那想要成为高手，想要成为低买高卖的，在这个市场上面长长久久赚钱下去的，欢迎来找我，02389-8689，这个是你未来100%一定会打的电话，来找我，早跟晚，希望你听得懂，越快越好。启发投顾。启动财富成长，发现幸福人生。想带家人出国旅游却难以实现，想为家人换车却迟疑了，别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，让启发投顾协助爱家的你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。选择启发投顾，获利轻松入袋。致富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，启发投顾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
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那欢迎你跟着我做操作，我会教你变高手。第二个哈，我也跟各位讲哈，我讲个故事。其实看我电视有很多是营业员，那人家会介绍，因为讲哈，后门家会传出去。那很多营业员就说啊，在我 LINE 里面很多营业员跟我讲说，老师您的低档出量股我每天都传给我的客户，我客户因为这样赚钱，一直对我非常的有信心。他说后来他们有的很多甚至就鼓励他的客户来参加我的 LINE。 他说啊，我就问他，哎，某某某某某啊，你们不是有研究部吗？他说：“老师你也懂啊，那个研究部都是讲那个市面上涨最多的股票，然后呢，大量的股票，对不对？那个都是已经在相对高了。老师，你的低档出量股几乎都是在相对低档，我会员不管大盘怎么样，他买的都是赚钱，90%，好多人都好高兴。他说：老师你真的是厉害，真的。”我低档出量股，偷偷告诉你呢，你参加其他投顾老师，你捧着几十万去参加投顾老师，还不赌我的低档出量股，这个都是我在教会员朋友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做投顾老师，我是做心生的，做投顾老师是我的副业，教技术分析是我的正道，我教的都特殊技术分析，都是我发明的，都是你外面学不到的。很独特的，所以你要成为我会员就看你个人的运气啦。对啊，有一些人不甩我的啊，这个老师配到要死，我就去参加那个口条好、形象好，然后呢，学历高，台大，我嘛台大，我台湾长大啊。什么系？你什么经济系？我是怕未死，惊，佮咸呢，唔惊死的。我学历会比人家低哦。不会的，我才懒得讲那一些东西耶。老师，你有那么久的经验？废话，小弟在下不才，我30年前30岁了。有少年吗？有够台吗？很台，我就这么台啊，所以我就跟人家不一样啊。老师，人家投顾老师在讲涨很多，都在讲绩效，只有你在讲543，对我就讲543啊，不爽的你就转台啊。我的个性，这高点的情景，我呢杀低买高买杀，什么点位高点低点，我不是用嘴巴讲的，有在算的，有经验有技术的，你以为我讲假的？昨天告诉你怎么做，没时间讲的，没时间就算了。好，来，昨天告诉你要怎么做啊？今天那个单子不见了，不见都懒得讲了吧。好了，今天3月8号讲3月11号了，拉高 K 他了，加权哦，不能预告期指。然后呢，昨天的怎么没带？没带我就算了。哦，是昨天的7号讲8号，会不会调？以前我还会节目上面还会教，我现在懒得教了。你看得见。看久了你懂啊，不懂到我三观叫先修班哈。座位有限，尽早报名。早跟晚你会来找我，不是我臭屁，那是必然，越快越好。祝各位下礼拜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We'll be right back.